马上来欢迎我们第一组要上台表演的队伍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。诗诗，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队的表演是我们的通路营运事业处，今天他们即将化身成为狮子一族。可以看到呢，在我们的舞台左右两侧有非常多的这个造景，大家都已经要准备好了哈。待会呢，他们会带我们进入狮岛传奇的故事。狮子一族呢，其实也就象征着我们台新金控这个大家庭。传说在狮岛上流传着一个代代相传的宝藏，然而这个宝藏呢，是身为狮族我们台新人赖以为生的信仰。在经济变化万千的时代，台新依旧秉持着优异的经营成绩，领先同业，傲视群雄。那守护着狮子的一族宝藏到底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蓝色绿色挑战者来抢呢？来听听看我们各队的声音哦。来，面对舞台如中的现在右手边的朋友在哪边？左手朋友在哪边？哇，声势都非常的浩大。马上欢迎我们第一队的演出，欢迎通路营运事业处，掌声欢迎。传说在狮岛上，狮子一族流传着一个代代相传的宝藏，而今天又有人为了宝藏而来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是由一群精英所组成的赏金猎人们。
请给他们热情的掌声，尖叫声，太精彩了！哎，你们要不留步一下，留步一下，留步一下，留步一下。哇！请问练多久？练多久？准备两年，练了一年。准备两年？天哪！准备两年呢、欸？我有听说、啊。去年他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已经在想今年的梗了。对。而且真的很厉害的事情是，很像音乐剧，又像踢踏舞，又像大合练，还有他们在后台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他们为什么着装会这么快？是互相帮对方扒裤子。对。比如说他来不及脱啊，这个人就真的很危险，差一点点就里面通通看光光了。
表演的在不在？在。什么队？通路连队。谢谢通路连队，谢谢。太精彩了。